想当年，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，我们的主角马库斯只有几岁，在养父母的看护之下逐渐进入梦乡。突然一道巨响将马库斯惊醒，不是雷声来的。于是马库斯起身走出去看看发生什么事，只见走廊布满大大小小的水渍，沿着水渍前往客厅，不看犹自可啊！一看竟然看到养父母正在那里跟蝙蝠侠拼命纠缠。马库斯叫了一声，惊动了蝙蝠侠，现在屋有个小孩在这里。为免吓亲小孩，蝙蝠侠跟马库斯养父母说，跟你雇主说这件事还未完的，然后就跳窗离开了。只可惜马库斯早已得到阴影，无论搬到哪个城市，只要看到黑色窗帘，恐惧症就会发作，看到蝙蝠又发作，行雷闪电又是，当然不少得水渍啦。更惨的是最近搬回去各行城，还要今天有游泳堂。已经长大成青少年的马库斯在池边坐立不安，失惊之下不小心撞到校园恶霸列斯，被对方报复推落泳池，不单止恐惧症发作，还差点浸死。在各咸高中的接待处，马库斯已经被救起，醒翻了一段时间。在度拖紧地的校工朱先生突然间答话：马库斯，我看到了整个过程了，你当时不停地在度气喘，整个人神不守舍。不过不怕，我有解决方法，放学之后不如来维修室找我倾一倾偈啊。这个时候养母罗拉赶到学校，看到马库斯没事，放下心头晒石。细问原因，马库斯说是我不小心自己跌了落泳池，现在没什么。罗拉不相信，肯定跟外面看戏那班小孩有关。马库斯来不及阻止，罗拉已经冲了出去，捉住班学生在这里训话。过了一阵，罗拉已经跟老公，即是马库斯养父温斯顿会合。温斯顿询问阿仔有没有事啊，罗拉表示不太清楚。这个时候企鹅出现，看到迟到的罗拉就说，见是谜语人冷冻队长一致推荐你们，今次就联络他的迟到啦。原来最近企鹅找到手上的古董，传说里面收了只黄金恶魔，他要求两个博士建设仪器释放恶魔出来，还捉了令他蚀了钱的财政顾问来做实验体。之但是文斯顿和罗拉表示需要时间调整，要听日才得。企鹅当然不会听啦，二话不说就启动了仪器了。电流交错，仪器最终成功释放金角大王出来。只可惜企鹅算错了一步，金角大王附身的不是个顾问，而是他自己。文斯顿顿时上前看看企鹅的情况，没事的企鹅怪责文斯顿，只是因为他太有利用价值，唯有独手改向个顾问拿来发泄。镜头回去各咸高中，终于挨到放学时刻，马库斯来到维修室找朱先生，你是不是可以帮我解决恐惧症啊？朱先生搭住膊头，是啊，跟我来啦。朱先生表示你怕太多嘢啦，解决方法就在水的另一边。马库斯定睛一看，已经到了泳池。朱先生说跳下去，跳下去就可以解决的了。马库斯问朱先生是不是傻了，我今朝先差点浸死。朱先生说你必须面对恐惧，跳下泳池，穿过水帘。然而马库斯死都不肯，还就此离去。回到家，马库斯在欣赏自己收藏的波鞋，突然罗拉敲门问是不是在吃着烟。马库斯觉得奇怪，而家先发现咗自己俾几道烟霞缠身，点拨都拨唔走。罗拉表示明白青少年对新奇事物嘅好奇，又明白成日搬屋令到佢感到压力，但佢同养父最终只系想马库斯平安。马库斯话冇嘢，可唔可以俾一啲空间佢呢？讲完就关上咗房门，搞咗成晚都搞唔走啲烟霞，马库斯无奈咁样放弃。希望瞓醒之后会自动解决。第二朝早，啲烟霞唔见晒，
于是正常回到学校上堂。上堂途中，自己一直偷偷留意的同学家又突然问他，你是不是叫马库斯啊？马库斯感到受惊若重。我叫加亚，可不可以问你一些东西？当然可以啦。然后加亚问，这件事是什么来的？马库斯顺住加亚所指一看，竟然见到自己后面有条尾巴，但是一惊之下急急冲出去离开班房。来到维修室想找朱先生，点知漆黑一片，空无一人。更不好彩的是，遇见恶霸列斯和他几个跟班经过。列斯和马库斯说，他阿妈令到他们几个被罚放学留堂罚足一个星期，然后围殴马库斯，还想走去对珍藏波鞋。在学校泳池，只是见到马库斯在泳池边不停地哮喘，就连家人问他发生什么事都默不作声。他脑海中不停浮现朱先生之前讲的一番话，你必须面对恐惧，跳落泳池，穿过水帘。忽然听到一句声音，跳落泳池，马库斯不由自主地跳了下去，池底漆黑一片，回过神，发现自己身处了一个洞穴，洞穴传来阵阵叫声，难道是一班蝙蝠？背后传来说话，水帘洞是没有蝙蝠的，出面是你父亲的家。马库斯咕噜了几句，走出洞外，只见洞外别有天地，有一大群猴子在大叫。再看真啲，有一只猴子手拿棍棒在天空飞来飞去，他就是美猴王孙悟空。马库斯应声回望，声音这么熟的，你是朱先生，要我做八戒师傅。猪八戒继续说，你的世界正面对着重大危机，小猴王，为此你必须克服自己的恐惧。说完就将滚箍儿带到小猴王头上面，你的训练现在开始了，第一堂就去拎回自己的东西。八戒用法术轻轻一推，小猴王从学校泳池跃跳了出来，返回现实世界。惊魂未定的马库斯发现自己全身上满了毛发，身旁的家人轻呼一声，猴子。马库斯问，你都看到啊？即是不是发紧白梦啦？家人都未答，筋斗云就将小猴王接走。隔了几秒，小猴王想起八戒说第一堂就要拎回自己的东西，因此就飞到更衣室找列斯和他的班跟班，毫不犹豫教训他们，令现场一片混乱。大家记得吗？这间是国衔高中，所以达米安都在读书的。达米安即时跟蝙蝠侠汇报说他准备变装，蝙蝠侠说不要轻举妄动，等他到来先，记得要用最低武力。另一方面，列斯贵为校园恶霸，当然不是省油的灯，戴上头盔作出反击。之但是普通人又怎会是小猴王的对手啊？左闪右避，轻易避过了攻击，还看准机会将列斯打低。以后记住我的名字，小猴王。放低个细路，蝙蝠侠和罗宾终于赶到现场。一睇见是蝙蝠侠，小猴王立即恐惧症发作。蝙蝠侠几神通广大都好，都不会知道自己是对方的童年阴影，以为小猴王不听警告，因而砸出民间二手价好高的蝙蝠飞镖。点知小猴王身手离奇分离了，连蝙蝠侠都吓了一跳，还被罗宾串了句，蝙蝠侠这种叫最低武力啊。下一期蝙蝠侠罗宾和小猴王的头啊和身啊混战一场，结果会是怎收科呢？另一方面，金国大王附身企鹅就开始出现异变了，希望大家到时来收睇，拜拜。